松，算是度假吧，跟好姐妹一起的旅行。嗯，然后我今晚就是住在这里，就机场里面的小房间，整体上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就来拍一个 room tour 给大家看，好，切换镜头。睡得很好，因为这里隔音没有那么好，但其实这间小房间还算不错啦，就类似那种青旅的感觉，然后服务也很好，服务生很好，就是很亲切，然后也很耐心的讲解问题，讲解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哦，给你们看这些。那我现在就是时间7:30，要起来梳洗一下，然后就要去接我朋友了 ，excited。然后过后就要从这里搭86号公车到河内的市中心，好期待哦。我见到朋友了，那我们现在要搭那个86号公车前往河内市中心。
在 kayaking。Thank you.